你这身衣服颜色倒怪，不过还挺好看的，在哪儿买的？青丘。镇守副君，生辰没什么助理，小兄弟，便算作我人情，把你这衣服给我。你干什么？又不是女人，你怕什么？你且脱了，我让人。不行。 你别过来啊！你，小仙使，今夜宫中无重兵，你快走！你师兄是大哥看守，我不清楚他关在何处，你先跑再说。跟着这只黑鸟出这院子，一路向北就能出宫。 又往上攻，也不对啊！我这都阶下囚了，有何好骗的？慢点，慢点！哎呀，还好有你在，不然就迷路了。哎，哪儿去了？ 过来。 你这身衣服颜色倒怪，不过还挺好看的，在哪儿买的？青丘。镇守副君，生辰没什么助理，小兄弟，便算作我人情，把你这衣服给我。你干什么？又不是女人，你怕什么？你且脱了，我让人。不行。 你别过来！坏了，此处没仙法撑着，岂不淹死？我给你渡气。渡气。 你以为斗气只能用口吗？我可不想碰你。冻死了。如此怕冷，跟凡人似的。我在这可不就是凡人吗？连个法术都使不出来。你是天族人？啊，你肯定也是吧？被抓来当干儿子的。你说什么？干儿子？ 你是什么人？哎呀，算了，遇上你我也跑不了了。我是昆仑虚墨渊上神座下十七弟子司音，被你父君抓来的。你就是我父君抓来的干儿子。你父君看上的是我九师兄，不是我。那你是？我是被顺道绑来的。
哎呀，算了，你逃也逃不了了，二皇子动手吧。动手？动什么手？也像傅君一样，把你抓来当干儿子？啊？我宁死不屈。开玩笑的啦，我又没这癖好。你若想逃就逃吧，我不爱管这种闲事。看来你在这里，快跟我们回去。 越发没规矩，你们眼中可还有我这个皇子？二皇子，属下不敢。还不退下？二皇子，可这身边这位是谁？嗯。你们真以为我每天只知道饮酒作乐，不知道大紫明宫发生了什么吗？属下不敢。一群没脑子的废物！还不快滚！是。 还不退下？哎，走。你就是我妹妹看上的那个天族小白脸。此话从何说起啊？我听宫中的人说，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。她既然肯带你逃走，也就是说，她真的看上你了。你有误会吧？没事儿，既然我妹这么喜欢你。 我总不能让你被抓回去吧？我就屈尊一下，亲自送你回去。回哪儿啊？自然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啊！啊！你说什么？二皇子正在与那个司音喝酒，还要彻夜长谈。属下亲耳听到的，他们两个浑身湿透，说是落水了。哼！吩咐下去。 不要阻止二皇子，就让他与那个昆仑虚仙使厮混。等我们与天族开战，我正好找个机会向父君参他一番。